顶五方飞行马呀，未替先对顶不扬，人心散乱欲风起呀，发水如落暗欲点。山顶五方飞行马。 怎样？那、啊、是刷白色刷呀，这风哪是一吹呀、啊，啊，就飞起来，叫做风,山风山背刷风背刷一飞起来，像蚂蚁，这个蚂蚁呀，都亲像。 从地风吹，从空中又降落来，其实啊，即、这个霾就是真有色沙。所以讲沙尘风灰尘霾，真、这、诶、个、看起来都是未清啊。 前面的境界啊，看不清，你安怎呢？那会当未体先对，点不一样。那会当有迄个露水啊，自然即个山，遇着风都袂直直干起来， 大地爱有水分，爱有湿气啦。透早诶，阳光，你要出来以前，你看草尾啊，实在是树叶，会当看着露珠，露一珠啊，就是微体，即、這个微体啦。 互咱无感觉，迄个路呐，慢慢呐，即个大地有湿气、水分，都袂讲吼，风一吹啊，唰都飞呐。所以讲，味体先对顶不一样，亲像咱诶心呐。 人心散乱啊，欲风起哦。咱你心若是有了散乱心啊，真、这、嘞、个，有。迄、那个贪嗔痴、搅乱怀疑，即款的心啊，就随着欲风安呢起来。 披露迄个山长着风，共宽，但人心会散乱。其实就是欠发水啦。所以时时即个心欲著、就是长着境界啊。心欲著起来，这著、就是。 作业源头，虽然爱发水如露暗欲点，需要发水，但诶心中即、這个欲的点啊才未小夸牛方啊！伊道安尼影影飞起来，虽然爱时时教发。 是嘛，爱知影，即个法，机心的，需要，咱爱有迄个好诶因缘呐、啊。那么佛陀在世诶时，伫迄、那个机缘成熟，透早呢，伊就整衣服。 七波呢，都开始入城去了。在即个中间路中啊，当着就位婆罗门。啊，即、這个婆罗门呐，是脱落下，以呢心对佛陀真不满、啊，知道佛陀骂，当时呢。 阿罗、啊、去托骹，呢，灭到一被刷起来，开始啊，就兴奋的安尼个压起，到这个时阵，一阵风啊，从佛堂的后面吹来，从这位呢秃罗下个面前喷过来，所以这个。 刷牙出去，风呢？安尼个吹倒倒来，热风扬地呐，所以还是呢，对家己迄、那个防备山呢，还是对家己的身躯。安尼呢，个也过啦。我都看着安尼的情。 讲出了阿尼的一句。啊 就讲无尽人所怀家尽吼，无尽诶人啊，但是呢，就是有人怀怀愈啦，安尼加迄个金分过来，所以清净人所心会薄，伫真清净人诶地方啊。 干阿定定伫咧，甲人诽谤啊！如是善托还祖坟，都亲像安尼啦。你伫遮也拖沙，共款呢拖沙还是呢，用家己诶辛苦有遮啦、啊。所以，譬如农夫种田。 那亲像农夫家己种茶，那修行是家己个呀，真 <noise> 个。佛陀讲了真长的一段经文呐，向一位婆罗门说法。婆罗门呐，归辛苦已经家己个拖刷，滴辛苦呢呐，听佛陀。 说话啦，家、啊、己呢嘛忏悔啊，家己啊嘛感觉着讲，离亏都离亏啦，所以呢，伊家己都安尼向佛道开始真虔诚合敬啊，向佛忏悔。 就安尼讲，我是有讲啊，我真正毋对啦。我呢一时啊，真心气啊，即、这个心呢，一过失吓无智啦，就、啊、亲像囡仔、啊、无智共款，好亲像婴儿是非分不清楚啊，所做诶代志。 都是不幸，但无犯着佛陀啊！佛啊，你宽待慈悲的心，我感动啊。我想要皈依佛，但愿佛陀啊，你会当慈悲接受我个忏悔，慈悲呢，接受。 我皈依，佛陀欢喜，为即位婆罗门皈依，即位婆罗门呢，他就虔诚称南无佛。南无就是啊，归命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讲我身心皈依一佛，为归命。 义佛的座下，啊，这是一段真水的故事哦，表达出了佛陀啊，迄份心静直清净的境界，一一表示了呢，那众生无地，啊，都亲像呢欠了佛水，迄种。 密色沙地呐，遇着风呢，就是、啊、飞呀呀飞啦，那就是亲像呢正面呐，迄个红白沙亲像无共款呐，安尼看袂着正面的境界，凡夫呢，就是安尼呐。 看未清楚真道理啊！所以事实都更改偏差，一旦有因啊，咱的心咧偏差啦。所以咱要时时珍惜着迄个味体，即、這个味体落水呀，虽然咱看未到啦。 确实呢，他不管时存到底咧，好好待地，好好待地呢，万物啊会当因为有淡湿的水分，五谷杂粮啊都会当生长，也嘛袂有涂沙呢，风一吹呀呀飞啦。 真水嘅境界吼、哦，所以咱正明经文里吼，都、哦就是希望咱爱时时用虔诚嘅心啦。那那怎样？不管有形、无形，咱爱虔诚礼拜。那对众生呢，咱也都爱恭敬心，付出无所求。 这是咱的本分事，恭敬礼拜呢，这就是咱的修行的道场。同时呢，法立心嘛，的行在人群中，心定定保持着一种清,清定。那用真简单诶话著是讲。 心宽念顺，道理才会清楚啦。那会当安尼，咱渐渐接近了佛法啦，自然啊，自性无上道，这是过去的经文哦、啊。功德无数量啊，立无一粒凡，如心尽方便，这是。 人讲过去，哦，那咱若会当有即种宽阔一心单纯诶，念、啊、呐，咱用虔诚诶，面对着有违法或者是无违法有违法诶，创作，选择宪法正直，那会当安尼？ 渐渐，咱都会当入迄个无依涅槃。定定一句话讲啊：艰苦地福，力、哦、做善事，走入人群中，苦难诶众生啊，因诶境界，自然互咱诶心呢，会感觉无啥物个再好计较啦。 真侪烦恼啊，慢慢都一直一直甲伊去除掉。所以，立无为即生诶境界，立判着是即生啦。安尼呢，如心真方便啦，就亲像，遐诶茶甲垃圾诶物件拢总烧啊，啥物都无啦，吼。 这是咱正面讲的哦，那今仔日咱国再要讲到，有情善乱心，立于塔庙中啊，一清难无法，解意性佛道，正面迄个故事，迄位婆罗门啊。 敢毋就是散乱心呢？难，人人定定都是伫即个散乱心诶内底，也咱若有法过了即点心啦，自然即个善根开始。虽然你已经各有退去啊，毋过呢，有即个寺庙有违法形成。 互你看到，啊，自然啊，即念心个提起，啊，一切难无分，那就是虔诚、哦，吼，归命依佛啊，初心不向今生夺，尽向后生夺此心，外心心、这个、行身心归依，即叫做尽行修现性命啊，归依的。 所教化诶内底，安尼叫做南无佛，叫做归命于佛。我一生就是归命于佛啊，所以若会当安尼啦，就是解伊成佛道，吼，但搁较详细来了解啊，人啊一习性吼。 这种善乱的习性啊，这叫做凡夫。凡夫啊，无数以来，唔知是偌久咯吼，失去了咱铁粉如来本性，咱的真心啊，真正的心，好、哦、唔知偌久的已经呢，慢慢消失去。 是啥物互咱消失啊？但是好天啊，真侪呢，不断来分析啊，贪真谛。咱经过了这个六道过啦，六道轮回啊，无数以来，六道轮回啊，那去分析真侪呢，贪真谛。 即种诶习性呐、啊，已经咧古以来都是安尼散乱呐、啊，看未着真实诶道理。有当时阵短暂见到，但是即个散乱是嘛，又是搁再甲即个道理搁在改买啊，又是搁互难看未着。 好像我知，又是阁毋捌诶道理，即都是因为咱有这个善乱心，心无法度通转移落来啦。要若是讲，世俗吼，如有善因缘呐，咱已经呢有即个善诶因缘，吼，捌发贵心嘛、啊，虽然呢。 无法度头兴趣毋过呢过去，你有法过心，但是有一段时间散漫去啦，某种诶因缘呢，搁接触起来，所以这叫做善因缘，咱有不过安尼发心，但是起起落落抑搁。细细络络 有即个因缘存在，所以呢，即是善诶因哈善诶因，咱也有做过。所以咱前面嘛有讲过去啊，哪怕是真小诶一点心，哪怕是细细赞叹上佛诶声音，在拢总会当累积诶，即、这个善因缘哦。 何况讲咱逐工啊、虔诚啊、赞赏礼拜啊，身体力行啊，所以咱应该把握好好一条心，要哪无呢？反复的习性，这种散乱心在依靠呢？过去啊，好，好加在咱有做着呢，淡薄诶好事。 也也捌发开了短暂的静见啊，虽然是过去有安个因缘，嘛是会当帮助伫现在咱当伫咧散乱心的时，听到佛法啊，看着寺院、佛像啊，自然的成为好个因缘，安、啊、尼呢,呢，接近佛法。 一心地吼、哦，即一心正念嘛、啊，清佛入心开始。有即个好诶因缘，搁甲咱牵引转来啊，安尼接近佛法，安尼呢会当伫即个好诶环境中，咱诶心啊，开始正念清佛入心吼、啊。 佛爱念入心啊，定定甲大个人讲，爱佛爱念啊，佛心成为机心，机心成为佛心哦，即种诶正念入心啊。那那你心佛啊，心内诶佛啊，吼，自然诶，时时都伫正法中，咱嘅行呐。 对当的正法中，因为呢，咱心中有佛啊，心中有佛哈，那、啊、阿弥呢，日日行在正法中啊，在戒义成佛道。因、啊、哈，搁在一切人无佛，戒义成佛道。那这必定呢，咱。爱。 潜心静心，贵依清淡无。 这个清南无佛啊，就是爱用真虔诚的心，记着南无都是归命的意思，吼，归命有佛，因为咱人人心中本具清净的佛啊，所以这就是咱人人本具佛，人人呢爱呵护咱家己呢内心一念佛啊，所以啊。 佛、念佛、心，所以叫做潜心静神。哦。那皈依的清难无分，各在修行。第三乱心的中间，用各种嘅方法来修行啊。佛教有开真多嘅法门啊，有嘅叫伊专心念佛，有人就叫伊啊。 静心坐禅，有人哦用种种的方法，或者是文字去研究等等啊，不管呢，你是修一法诶教来以教奉行，或者是呢其他诶法啊来甲咱帮助吼，只要是正法啊，咱入心诶为友。哎 会当修心方法正向，安尼呢虔敬信修，安尼拢会当成佛啊！佛陀呢教育咱，你袂离会当通入你如来的本性，你必定呢爱先行菩萨道在人群中，这是佛陀开豁咱的道路啊！ 咱干那原地脚骨无向前煞，甲那讲吼，我念佛啦，佛你来啊，我念佛啦，佛你来甲我支持，互我生佛啦，有可能吗？有可能！我念佛啦，所以我思无佛啦，我向前行呢，去接近佛啦。安尼呢，咱毋则真正会当。 教诲的境界，何况你若无有真正用心的向前精进啊，咱甘仔伫原地踏步啦，安尼呢永远啊都无法度，行伫菩萨道上，咱爱福慧双修吼，自、哦、在装门是伫人间路，爱入灵军中去。 这呢，嘛是伫咧福慧双修啊，一个方法啊，所以若会当安尼呢，真正、啊、呢，虔诚信守安尼，身体力行啊，加以成佛道，所以咱要时时用心嘛、啊，伫人间诶道理。 无有离开呢，佛得讲我污掉的真理。虽然人间道，人间道，行会通啦，那污掉的道理呢，都会当会合。所以人人要时时多用心嘛。